欢迎大家收看 AI 简报。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什么是机器人咨询，它如何提供低成本的财务规划？为什么技术是检查银行客户身份的最佳选择？数据筛选如何帮助投资者达到 ESG 标准？间谍们将他们对中国的警告带入寒冷中。澳大利亚的 Canva 深入研究人工智能以帮助恢复估值。请大家收看。 什么是机器人咨询？它如何提供低成本的财务规划？金融时报，机器人顾问仍处于初级阶段，并未兑现其最初的承诺。咨询公司 Platform 的投资分销研究负责人杰里米·福赛特表示，机器人顾问是数字财富管理服务，根据客户的风险偏好指导客户进行简单的投资选择。然而，他们无法自主做出智能决策。 只能选择与客户回答相匹配的投资解决方案。机器人顾问行业规模仍较小，NotMad 是该行业最大的公司之一。福赛特表示，机器人顾问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获取客户，并找到从他们身上赚钱的方式。每位客户的平均投资金额较低，这也使得公司难以实现增长和繁荣。机器人顾问的费用各不相同。 其中五家最受推荐的机器人顾问每年投资一万英镑的选择基金或交易所交易基金组合的费用在六十二英镑八十五美元至一百零六英镑之间、啊。为什么技术是检查银行客户身份的最佳选择？金融时报根据在线金融专家的说法，人工智能 AI 在验证客户身份方面比人类更准确。传统的身份验证方法。 如比对护照照片与持有人的相貌，或检查水电费账单，容易出现错误和欺诈。然而，机器可以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分析测量和特征，使其更加精确。完全在银行或支付提供者应用程序内完成的在线客户入职，也被认为比传统方法更安全。数据筛选如何帮助投资者达到 ESG 标准？金融时报近年来，对能够帮助客户找到符合环境。 社会和治理 （ESG） 标准的投资的数据筛选服务的需求急剧增长。根据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底，全球基金管理的资产中有超过百分之二十是通过至少一个限制筛选进行投资的，这比三年前增长了十倍。本文讨论了数据和指数提供商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对投资进行数百个 ESG 标准的筛选。 间谍们将他们对中国的警告带入寒冷中。彭博社、五眼联盟、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报机构负责人公开指责中国进行大规模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情报机构朝着更加透明的方向发展，旨在重建公众信任，并适应社交媒体塑造的信息环境的变化。 公开指责的主要目的可能是影响公众舆论，并对抗政治家们发出的混乱信息。该联盟特别担心中国可能会失去关键技术知识，因为中国政府对私营部门有明显的控制优势。澳大利亚的 Canva 深入研究人工智能，以帮助恢复估值。日经亚洲设计软件公司 Canva 正在专注于 AI 技术的功能，以吸引企业客户，并与 Adobe。 Figma 和 k e t o 等竞争对手竞争。Canva 最近在其设计软件中添加了 AI 技术功能，包括将演示文稿转化为执行摘要的功能，以及从单个提示生成照片和视频的功能。该公司的估值从四百亿美元下降到一百三十亿美元，但首席产品官 Cameron Adams 表示，这是由于更广泛的市场状况造成的。Canva 现在正在寻求扩大其用户群体，重点放在亚洲地区。 而不仅仅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投资者押注三星较小的存储芯片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将成为人工智能的赢家。雅虎预计三星将在人工智能领域输给 SK 海力士，SK 海力士的股票预计将在十年内超过三星。SK 海力士从与英伟达的交易中获益，供应高带宽内存 （HBM） 芯片。 而投资者对这家韩国企业能否成功推出 HBM 产品表示担忧。英国否认对恐怖分子社交媒体内容采取宽容态度。悉尼先驱晨报，英国科技部长米歇尔·多内兰要求社交媒体平台解释其删除恐怖主义内容的程序。英国的在线安全法案即将实施，该法案可能对公司的收入处以高达百分之十的罚款，并监禁其首席执行官。 欧盟最近向 TikTok、Meta 和 X（ 前称 Twitter） 发出信函，要求他们就其平台上的仇恨言论、恐怖主义内容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提供书面解释。多内兰还警告称，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尤为令人担忧，特别是因为其未来的影响是不可预测的。中美人工智能紧张局势再度恶化。悉尼先驱晨报：中国对石墨实施出口管制。 石墨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组成部分，此举是对美国加强对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的限制的回应。对石墨的出口管制将影响天然和合成石墨的供应和价格。中国生产的合成石墨约占全球产量的百分之九十，由于其性能更好，因此越来越受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的青睐。美国对先进芯片的限制将特别影响英伟达。 这是人工智能应用芯片的领先生产商，因为他已为中国开发了不会触发先前出口限制的新版本芯片。更严格的规定对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与美国竞争的能力构成威胁。中国在石墨领域的主导地位使其在与美国及其盟友的贸易战中具有影响力，但在利用这种影响力并威胁全球电动汽车生产的过程中存在风险。 美国之行帮助巩固对台湾总统候选人的印象。南华早报：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的主要竞争者以寻求华盛顿政策制定者的支持，并向他们保证他们不打算越过美国或中国政府设定的任何红线。这次选举将于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三日举行。此时，台湾海峡的军事紧张局势加剧，北京对台湾采取了强硬和令人担忧的立场。 候选人最近几周访问了美国，旨在让美国官员熟悉他们的政策，并在国内增强他们的海外资历。这些访问在很大程度上低调进行，没有引起华盛顿的分析师或政策制定者的明显关注。民进党候选人、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向美国官员保证，宣布独立并不必要，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民党候选人侯友谊承诺加强台湾的国防能力。 并加强与合作伙伴和盟友，特别是美国的合作。台湾民众党的第三位领先候选人柯文哲则进行了一次以技术为导向的访问，前往硅谷和斯坦福大学。尽管美国政策制定者不指望国民党的胜利能结束两岸紧张局势，但他们在台湾选举中基本上避免表态，以避免干涉或给北京提供长期与华盛顿对峙的弹药。 选举结果可能会受到候选人获得美国支持程度的影响，因为台湾选民渴望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赖清德在竞选中领先，侯友谊和柯文哲紧随其后。然而，无论选举结果如何，很少有人期望承诺能够在台湾海峡地区逆转军事行动和紧张局势增加的趋势。 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展示他们对电动汽车的雄心壮志是真实的。彭博社。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本周的日本移动展上面临着展示他们对电动化和自动化的承诺的压力。二零二二年，电池电动汽车在日本的新车销售中仅占百分之一点五，而在美国占百分之六，在中国几乎占百分之二十。 日本的顶级汽车制造商认为，向电动化的过渡将比预期时间更长，并且会因地区而异，并呼吁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减少排放。韩国基督徒求助人工智能进行祈祷。金融时报：韩国的在线教堂服务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 AI 为基督教信徒提供灵性指导。初创公司开发了生成式 AI 圣经学习和祷告服务应用。 吸引了年轻的新教徒。这些应用能够回答问题，并提供圣经经文解释和祷告。牧师们对这项技术表示欢迎，因为它能够节省时间，让他们有更多时间照顾教众。但他们也警告不要过度依赖 AI 进行宗教活动。聊天机器人服务 Ask Jesus 现在改名为 Medal，自三月份推出以来，已经吸引了五万名用户，其中包括来自穆斯林国家和美国的基督徒。 乌克兰商业摘要第六期。雅虎，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罗斯蒂斯拉夫舒尔马声称，在乌克兰开展业务的外国投资者从未遇到过腐败问题。这一说法遭到了参加基辅国际经济论坛的一些乌克兰商人的怀疑和嘲笑。乌克兰生物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康斯坦丁叶飞门科回应称：“是时候停止讨论外国业务，而是专注于乌克兰企业面临的问题。” 他指出了几个关切，包括国家机构的活动、战争保险问题和分红支付的禁令。他还强调了保护乌克兰资产免受乌克兰有缺陷的司法系统的需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负责观察和报道各种新闻。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总结一下最近的新闻，并提供一些深入的分析。首先，我们谈谈机器人顾问。 虽然机器人顾问在数位财富管理领域有着很大的潜力，但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他们无法做出智能决策，只能根据客户的回答提供相应的投资解决方案。此外，机器人顾问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吸引客户并赚钱。客户的平均投资金额较低，这使得公司难以实现增长和繁荣。此外，机器人顾问的费用也各不相同。接下来。 我们谈谈人工智能在身份验证方面的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精确的身份验证，比传统的方法更准确和安全。另外，数据筛选也在帮助投资者达到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标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投资者能够利用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对投资进行数百个 ESG 标准的筛选。 在国际政治方面，五眼联盟的情报机构公开指责中国进行大规模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这可能是为了影响公众舆论，并对抗政治家们发出的混乱信息。同时，中国在人工智能和石墨等领域的控制地位，使其在与美国及其盟友的贸易战中具有影响力，但同时也存在风险。此外，日本汽车制造商面临着向电动化和自动化转型的压力。 他们呼吁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减少排放。最后，我们谈谈韩国的基督徒如何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祷告。在线教堂服务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为基督徒提供灵性指导。这些应用可以回答问题并提供圣经经文解释和祷告。总而言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社会。机器人顾问、人工智能身份验证、数据筛选。 情报机构的指责、电动汽车和基督徒的祷告等，都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些技术的局限性和风险。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六 d o b r i e f c o 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